啦，跟住做呢题啦。咁咧 A part 就叫佢整呢样嘢啦。咁但系唔知点整喎。咁但系而家望到条题目嘅话咧，其实你要做到有 theta 呢件事嘅话，又要同 A B 啊、A Y 啊呢啲有关，同个 Y 有关嘅话，就只有 sin log 嘅啫。OK，咁我哋写啦，因为啦 O A 系等于翻 O B，咁所以咧角 O A B 系等于翻角 O B A。我哋先做咗呢样先，因为正好对完嗰度。好啦，用 sin log 咯，A Y over 翻佢嘅对角啦，就系 sin theta，会等于翻 O Y。over 翻 sin 角 OAB，另一方面咧，BY 会等于翻 sin 3 theta，咁咧睇呢个三角形又系 sin 角，今次就 OBA 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做咗angle OAB 等于翻 angle OBA 啦，咁所以咧 OY over sin 角 OAB 系会等于翻 OY over sin 角 OBA 呢件事嘅。咁所以我哋可以 conclude 到出嚟就系 AY 系会等 over 翻 sin theta，系会等于翻 BY over sin 3 theta 嘅。好啦，将数字摆落去啦，AY 系几多？AY 系 y，BY 就系一减 y。好啦，交叉相乘调位，交叉相乘调位。咁咧，y 咧就會係 sin 3 theta 加 sin theta 等於翻 sin theta。好啦，跟住我哋咧，佢下邊俾個提示啦，我哋可以用嗰個 identity 啦。但系咧，另一方我哋可以用個再快啲嘅，就係 sin A 加 sin B 等於二 sin A 加 B over 二，cos A 加 B over 二呢件事。咁所以呢度咧，個 y 呢度咧就會變咗做 sin A 加 B 二啦，sin A 加 B over 二即係 sin 二 theta，cos A 加 B over 二即係 cos theta 等於 sin theta。好啦，咁然之後咧，sin 二 theta 我哋又可以用 double angle formula 啦，變咗做二 sin theta cos theta 啦，所以就二 sin theta cos theta 乘埋個去。好啦，跟住我哋要食 y 等于几多嘛，所以除过去就会变系四分之一个 secant square theta，咁啊做好咗 A part 啦。OK，好啦，到 B part 咯，B part 就叫系搵 range of y，咁我哋睇翻个图啦，咁呢两只角加埋系四 theta，咁咧佢系三角形入边嘅，咁所以咧佢最大咧最大都唔可以大过180度嘅，咁所以我用呢个去开始做啦。好啦，theta 加三 theta 嘅范围就会喺 pi 同埋零之间，咁 therefore theta 就会喺零同 pi 和4之间咯。好啦，咁我哋要搵 y，因为我哋要 cos 啦，咁我哋先做翻个 cos theta，cos theta 喺边度咧？咁我睇翻 cos 个图啦，佢咁样落嚟再上翻去嘅，咁所以咧佢会系喺一同埋开方二 over 二之间嘅。咁我哋就會寫翻啦，佢喺開方二之間啦，同埋一之間。cos 二次 theta 咧，因為佢係正數嚟嘅，咁我直接 square 咗佢就得，就會喺二分一同一之間。咁所以咧，secant square theta 咧一 over 佢咯，所以咧我哋反轉就會係喺一同二之間，再乘埋個四分一喺前邊，咁咧四分一細過四分一個 secant square theta 啦。再細過二分一，咁所以啦，所以，the range of values of y is 四分一、二分一，咁就做好啦。